9月21日，某大型盛典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隆重举行。除了大秀、音乐会等重头戏之外，还有品牌好友马苏、董力、陈子涵等明星大咖和潮人们等现身助阵。马苏老师在《中国有嘻哈》正在播出的时候，也一直为他们加油打 call。现场马苏也是非常谦虚，觉得应该找专业的人来说更有趣。那不就是现场的 Johnny J 豆芽先生吗？现场更是起哄来一段。天哪，天哪！又又啊，这么多人家专业的都在，我们这业余的就算了吧。你应该找专业的人来说一下，可能更有趣。在没有 B 的情况下，我觉得 freestyle 可能没有那么好听。我刚好今天过来参加这个品牌的活动，在这打 B。我很荣幸可以在这个活动中出现，但是如果可以下一次的话，我会让我变得更帅一点。OK。通过《爸爸去哪儿》第四季爆红的董力也是备受大家关注，不知道董爸爸会不会往时尚圈发展呢？对啊，前面坐在下面的时候，我也问了马苏姐，我说，哎，我上次走的时候是不是也有那么帅啊？她说我还走得还不错嘛。如果之后还有机会的话，当然我希望在穿上卡宾那么好的衣服，然后能走上这个机场，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自己、更好的卡宾。